好久都没有播过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你们都吃饭了吗？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都吃饭了没有呀？你们都吃饭了吗？还没吃呀？吃过了是吧？我现在的话是这样的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今天的话，明哥他不是说要上来吗？他不是说今天要上来接我去见一个重要的人吗？但是我看他，我等了他一天了，他今天一直没有上来，我就害怕他上来了以后，就是我就是过来，结果下雨了，我就躲在那个人家的屋檐下面躲雨呢。刚刚，哎呀，我过去再看看吧。哇，他也认识我家路的，但是我就想下来接他嘛，所以说我就下来接他了。结果现在你们看下雨了，哥哥姐姐、帅们，结果下雨了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哎呀，就是明哥说，哥哥姐姐、帅们，明哥他说他要带我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是谁。你们觉得那个重要的人是谁呀？你们觉得是他一个？是他的朋友吗？哥哥姐，我没带伞。哥哥姐、帅爷们，我刚刚出门的时候没下雨呀，现在突然下雨了，现在就突然的下雨了。哎，我先把帽子戴起来吧，哥哥姐、帅爷们。哎呦，是明哥的朋友。你们觉得是不是明哥重要一个重要的人？是不是他的朋友呀？哥哥姐、帅们，是不是他的朋友呀？他的妈妈啊，是明哥的妈妈吗？哥哥姐、帅们，是明哥的妈妈吗？明哥带你去见叔叔阿姨，真的呀，哥哥姐姐、帅爷们，那你们看今天我穿成这样，我能去见叔阿姨吗？你们说，哥哥姐姐、帅爷们，我穿着这个样子能去见阿姨吗？我站起来给你们看看，你们觉得我这样子，哎呀，我好紧张呀，你们说是不是呀？应该不是明哥的妈妈吧？如果是明哥的妈妈的话，他应该会跟我说呀，可能是明哥一个比较重要的人吧，哥哥姐、帅爷们，一个重要的朋友吧，可能是。你们这样吧，哥哥姐、帅们，你们觉得是明哥的，哎呀，你们觉得是明哥的妈妈的就扣个一，如果觉得是明哥的好朋友的就扣个二，哥哥姐、帅们。我看是扣一的人多还是扣二的人多？觉得是明哥的妈妈的就扣个一，觉得是明哥的比较重要的朋友的就扣个二。啊，全是扣一的，全是扣一的，哥哥姐、帅们。靠是什么？
去年古德瓜，去年古德瓜年节了，阿里么说炒地瓜姑娘叫红炸了嘛。嗯。啊，去年古德姆哪呢？怎么那么多人扣一呀？哎呀，那你们看，我现在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觉得我这样子能不能去见阿姨呀？你们觉得我这个样子能去见阿姨吗？三分加上七分打扮，我这打扮打零分吧，哥哥姐帅们，我这个打扮应该打零分吧？行不行呀，哥哥姐帅们，我这样子去见阿姨可不可以呀？可不可以呀？我好像听到明哥在叫我了，哥也是。阿伟，我好像听到明哥在叫我。哎，明哥来了，哥姐帅们，你们想不想看明哥呀？我偷偷的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想不想看明哥？明哥来了，想看的打个响。我从哪里绕过来呀？这边来，走这边。哥哥姐帅们，你们想不想看明哥呀？我给你们看一下明哥，偷偷的给你们看。我想看是不是？我给你们看一下明哥好不好？我偷偷的给你们，阿妹偷偷的给我们看，想看的打个，哥哥姐帅们想看的打个响，想看的打个响，哥哥姐帅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明哥，想看是吧？对你，不要走这里，走那边吧，走那边吧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走这边，孙子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哥哥姐帅们。哎呀，明哥来了，看，我给你们看了啊。哪里过来呀？那里。我给你们看啊，哎呦，我是不是点错了？哦，我好像点错了，哥哥姐帅们，我好像点错了。好好好，看。明哥，对，你就从那里走过来，小心一点啊！我好像刚刚我还点错了，我给你们看了啊，哥哥姐姐们，啊，对，从那里过来，看不出来，我再给你们看一下，要不然他过来的时候，他哎呀哎呀呀！好了，我再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看不到，都看不到。来了。阿伟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直播呢。你在直播呀？嗯。哎呀，大家好。哎呀，阿伟，你今天真好看。你看我这样还好看呀？你在我心中怎么样都是最好看的。你看我今天穿的，我穿成这样子的。哎呀，你怎么，你的淋湿完了怎么？我你为什么不打伞呀？我说我下来接你来着，但是就下雨了。直播上面咱现在卡不卡？大家下午好，下午好。能不能把下午好刻在公屏上面呀？啊，直播帅们。卡不卡呀？应该不卡吧。哎呀，阿妹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下雨了。哎呀，阿妹，你见到我那么开心呀？啊？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帅们，你们觉得阿妹开不开心？你满面春风。哎呀。你看我俩个子、啊，我都只到明哥的肩膀这儿，哥哥姐帅们。哦，但是你在女生当中也不算矮子了。哎，你在女生当中，你看，那我们两个走。哎呀，好吵呀！可以看一下吗？哎呀，怎么了？他们是阿妹。哎。
你看你太傻了，拎着你再来打着伞，我们这坐一下吧，这坐一下，等雨停了我们再走，这稍微坐一下。哎呀，不知道雨什么时候停呀、啊？哎呀，你这个姑娘怎么那么傻呀？怎么那么傻呀你？啊？哎呀，我说我下来接你。冷不冷呀？我看一下你的手。不冷，没事没事，我的手很热的，我帮你捂热捂着好不好？不用不用不用。直播间帅吗？阿妹，你看刚刚等了我那么久，对不对？我的手现在是很热的，我给他捂热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直播间帅吗？你们说好好的打个好。你看我看得出来你的手现在很冷。不冷的，不冷的。啊不，我觉得冷。真的不冷的。直播间帅吗？咱全部人把好打在公屏上面，把好打的对不对？拉对对对对。来，就是我想我，你的，你看你的手都那么冷了，对不对？我给你捂着呀，好不好？不冷了呀，我是真不冷了。哎呀，你看他们都说好，他们说没有抱抱会热的，没人打好呀，没人打好呀。你们看，来，没人打好吗？这还，哎呀，你们这边风景好好呀，阿妹。还好吧。哎呀，阿妹大，你看他们都说牵手，牵手。阿莫，嗯，这看着有点黑呀、啊，这样子。有点黑，那就坐这边来吧，坐这边来吧。坐这吗？我坐这儿吧，我哥就睡吗？来，要不就阿妹走，我们一边走一边走。来，你来打伞，我来，我帮你拿手机。可以。我给你撑伞、啊。没事，来，你自己，你看几个？哎呀，你看你的那你就打不着伞了呀。没事，哎、阿妹，你打着吧，我戴帽子吧。啊，不要，伞给你打，或是我们也可以一起打，但这个伞有点小，得需要抱着才能，它才能够我们两个不淋雨。就是、要哎，还是你弄着吧，你弄着吧。那要不我抱着你吧，我这样搂着你的话，他可能就不用啊，不用。直播间帅妹，你们说好不好？我搂着阿妹，对不对？搂不搂？搂的打个搂，搂的扣个一。直播间帅妹，你打伞吧。哎，走吧，一边走一边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让我搂着阿妹，不是搂吧，也不能说是搂，就是。就是这样的话，可能直播间帅们对不对？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，就是两个人可能会更那啥一点，啊，是不是？没事，我戴帽子就行了，我戴帽子了。阿妹，扣一，直播间帅们，咱们扣一好不好？你看，他们都说，哎，你打着，你看你打着，要不然你打着吧。我一个大男孩子，对不对？我又没啥。哎呀，我身体更好，我体质好，你打着吧。你的意思是明哥不行咯？啊，你的意思是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害怕你感冒。那这样嘛，你牵着我的手，你牵着我的手可能会就不会感冒了。直播间帅们，咱把牵手打到公屏上面好不好？咱所有人全部把牵手打到公屏上面，让小明牵着阿妹好不好？搭个肩，对不对？搭肩就不搭了，就简单的牵个手。我在前面牵着阿妹，阿妹在后面跟着我，或者我阿妹在前面走，我牵着她的话，可能会更那种感觉。直播间帅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对不对？牵手，咱所有人，咱全部把牵手打到公屏上面，好不好？直播间帅们，让阿妹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因为阿妹她的话，她是把咱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们都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，所以说她是非常听大家的话的。所以说，你们只要说牵手的话，她肯定会愿意的。直播间帅们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来，啊，他们都在打牵手。你看阿妹的话，她是他们这边的女孩子啊，很普遍都是很淳朴的，知道吧？就她可能除了她爸爸，她就没有牵过她的弟弟，然后她就没有牵过什么异性的异性男孩子没有接触过的那种，所以说。看这个牵手对于他来说还是一个需要一点勇气的，所以说直播间帅们，咱对不对？咱把只要牵手的咱就好不好？直播间帅们，不了吧？为什么不呀？还是
戴着帽子，没事吧？没事呀，没事呀，没事呀，啊？牵不牵手？直播间帅没？走吧，走吧。阿妹，你今天好美呀！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，真的。明哥，你就不要。真的，一看见你，我的心，感觉就。直播上面下方那个下面有那个有预约，你们大家可以点一下啊，大家可以点一下。我到时候给阿妹一个惊喜，这次大家可以预约一下，大家我们到时候就开着直播，给阿妹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。然后没有预约的，咱下方白色那儿预约一下啊，预约一下。我听到了。你听到了？你听到就听到呗，反正你是不知道的。来，牵着手走，牵着手走，好不好？好动呀！这我们又没干嘛，就只是牵个手。